友们好，我们要来用积木还有数字棒算数。把小黄人打开，七找出来吧。好，七，数字七。你刚才是不是数错了呀？是啊。九减二等于七。我们再算一道减法的好不好？好啊。九减三等于多少？这次不要数错了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减去数字三，减一、减二、减三，一、二。九减三等于六，把数字六找出来。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数字六，拼上去。九减三等于六。再算一道加减混合。九减二，再加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减去二，减一，减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再加上二，加一，加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等于九。那把数字九找出来吧。九在哪里呢？找一找。九在这里。九减二再加二还是等于九。今天我们用积木还有数字棒算了数。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，喜欢请订阅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